哎呀，你总是跟着我干什么？我跟你说过了，那个钱我会还给你的。你上次就说还给我，啊？我家孩子病了，等着钱看病呢。你嚷嚷什么？等着，我去就来。哎，你上哪儿？这么大个宅子，你看不到啊？沈夏画家，这大没听过吗？没听过。画家关我什么事啊？你花我钱，要钱等着。 人却不见了，这怎么回事儿啊？叔叔，侄儿给您请安了。哎，你来的正好，你去把孟莲叫来。叔叔，侄儿有急事相求。什么急事啊？你先把孟莲叫来，你的事一会儿再说。叔叔，你还是先给我一幅画吧。你要画干什么？ 老娘旧病复发，无钱医治，求叔叔给您幅画救救急。救急？啊，又是你老娘旧病复发？你有别的没有？啊，又拿你老娘来唬我？哼！我跟你说啊，你肯定是又想拿我这画去卖钱，对不对？你说你啊，整日无所事事，游手好闲。 你能不能干点正事儿啊？啊，哎，对了，我让你去把孟莲喊来，你还站在这儿干什么呀？好，我给你喊去。孟莲去哪儿了？孟莲，快出来啊，伺候老爷子去。 哎，管，跑哪儿去了？真不出来啊？这都是水，让我去哪儿找？孟莲不会跑到水里面当水妖了吧？孟莲。 叔叔，叔叔，你这是在哪儿捡到的？湖边的护栏上。我在想，是不是昨夜醉酒，他一不小心失足落水，无人发现就溺水而亡了？胡说！ 你胡说！你胡说！孟莲她怎么可能死了呢？可是，她现在在哪儿呢？对呀。哎，来来来来，过来来，这个草你再看一下有没有？有没有？ 没有啊，那你往边上去看看，你别老在那边。那边呢？老板，打捞一天了，这湖里也没有啊，会不会不是落水了？报告老板，去那边再看一下，好不好？哎，你们几个去那儿看一下，去那儿看一下。船家，你往那儿去看一下，那边的兄弟你们那儿怎么样？有没有啊？没有啊。叔叔，无非是个丫头侍女，我们在换一个嘛。你这茶饭不思的，可别病了。不许你胡说。 安察寺去找。
周新，周大人，就这还要报案，还要找安察使周新？ 四姐，任杰那边傅大人案进展如何？好像这几天一直在找杭州通判红姨。喂，杭州通判是于任杰，于大人。什么于通判？大人，我看你最近是不是闲得有点闷，又想去查案了？哎，难得有闲，我想。 练练书法，画画画。想学画画？嗯。哎，这个好啊！我身边正好还有一个画画画的好的老师，而且可以教你，还不要钱。谁啊？小扣子啊！<笑>就他呀！啊！我拿了画出去，别人问我，周大人，您这画跟谁学的呀？会说话吗？应该叫师从何人？对，您这画师从何人呢？就是他。 他谁呀？就是他，他谁呀？就是他，他。他是谁呀？我们家书童啊！哎呦，我也是堂堂三品大员，跟他学画画，我以后怎么活人呢？小扣子画画的可好了，反正比我好。大人，说曹操，曹操到，来的根本不是时候。曹操是谁呀？你是曹操，说吧，什么事儿？啊，喂，大人，外面有个姓沈的，说他家侍女失踪。 这种案子，他应该去衙门报啊！不不不，那个人说了，说必须得周大人来查这个案子，是吗？必须是我。嗯，你看看，哎，别人请你，盛情难却呀。如此盛情，大人心里又痒痒了吧？呵呵，老几位，别那么严肃啊。 说说，都看出什么来了？转了一圈了，也没看到什么。寻常人家看不出什么蛛丝马迹。哎，大人，你说沈贵说孟莲失踪会不会是落水而亡？沈贵都说了，捞了一天也不见失手啊。那肯定就是偷偷跟人跑。为什么要跑？哎呀，姐姐你也不想想，你看你一个年轻漂亮姑娘，你愿意天天跟一个糟老头子在一块儿？啊，瞎说！哎，几位爷爷奶奶呀，我都被你们说糊涂了。 我看看，沈先生自己怎么看待孟莲失踪的事呢？我想，会不会是有人害他，且因我之故？ 因你之故，这么说，沈先生是认定这是一桩凶杀案了。老夫早就听说过，浙江按察使周大人是查案的高手，恳请周大人帮老夫捉拿凶犯。你还是认定孟莲失踪？ 是有凶犯的，周大人。自从老夫得侍女孟莲之后，竟如再生一般，灵感有如泉涌，作画十分顺畅，画品亦有提升。虽有重金求画者拥堵门前。 由此便想，会不会是有人觊觎老夫画作，将孟莲劫持而去，以要挟老夫画作？唉，如今孟莲生死不明，还望周大人能细查秘方，早日破案呐！
先生之作。大人，你也看到了，孟莲不但明理知礼，而且跟着我学画作诗，长进很大。这幅就是孟莲所作，尚未完毕，他就……沈先生，你的宅子搭建在湖边，侍女孟莲会不会是失足落水身亡？未必是被他人所害啊！就是啊，叔叔，那晚你俩在湖边喝酒作画。你已经醉得不省人事了，可能孟莲她也喝多了，一不小心就落入湖中了呢。你给我闭嘴，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儿。周大人，周大人，老夫年事已高，与侍女孟莲相依为命，离他不得，离他不得呀！只要大人帮我捉拿凶手，救回孟莲，老夫定将重礼酬谢。啊，大人，你别看我，住宅破旧，可我有钱。我可以有很多的钱，我那阁楼之上藏有很多的画。沈贵，去将画作取来。你看，这些都是我画的，都是我多年心血累积之作。大人若是喜欢，尽管拿去。沈先生的心情我十分理解，我特别想知道孟莲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你们是如何相识，他又如何入你宅，能否请先生详细说来？说来话长了。那是一年前某日，因家中缺粮断炊，老夫到城里去找旧时借些银两。回家途中，因路途遥远，又一天水米未进，感觉昏昏沉沉的，忽然前面传来嘈杂声。太像，太好了。哎，你家里殷实，不如带回家做小妾如何？我想当然想，你还不知道我们家里母老虎。快下，干什么？说谁母老虎？说谁母老虎？待我醒来才知已回家中，只见那个姑娘在我的房间里。我这不是在梦里吧？先生，你醒了，来，喝点水吧。你是谁呀？我是怎么回来的？
刚才见您昏倒在湖边，小女就邀人一起把您给送回来的。你是谁家女子啊？小女原是农家女儿，小名孟莲，父母早亡，七岁便到一户人家当侍女，十余年了。无奈那户人家家道败落，我只能流落在外，以作画乞讨为生。孟莲，这个名字真好啊。哦，我想起来了，有人施舍于你，而你却并不道谢，仍故自作画，这是为何呀？小女自小就喜欢作画，画画时全神贯注，就顾不得其他了。也是一个画痴啊。先生，我给你熬点粥去吧。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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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劳你了。你我湖边偶遇，算是有缘。老夫赠你一瓶，聊作感谢。小女以闻先生名号，却不敢讨要画作。可老夫身无长物，无他可赠啊。先生，孟莲有一奢念，不知有无可能。好，你尽管说，只要老夫能做的。我只求在先生的房前屋后找个落脚栖身之地，一来免去颠沛流离之苦，二来可以跟先生学得二三。哦，你不嫌陋室清贫，老夫岂有不答应之理呀？啊！多谢先生，先生您坐。好好好。这个还趁热喝吧。哎，好好好好。怎么样？香，太香了。老夫从来没有喝过这么香的粥啊。从那以后，孟莲就留在我屋里照料我的生活，帮我研墨调色，跟我学画作诗。就这样整整的过了一年，直到那天晚上，我俩在凉台上赏月念诗，饮酒作画，毫无快活呀。可是等我一觉醒来，梦魇也踪影全无了。大人，那侍女的事儿可怎么办呢？什么怎么办？你说怎么办？我怎么知道？说话别含糊，有什么话直接说。我
我就是看不惯他与我叔叔那纠缠不清的模样。说话就说明白点，什么叫纠缠不清？论长相吧，他算得上花容月貌，那双手也是白白净净的，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做侍女的人。远的不说，就说他失踪那晚，他与叔叔两人坐在凉台上，一男一女喝着酒赏着月亮，我老远就看到了。你们说这算什么呀？她是一个侍女，哪有和主人一起喝酒赏月的？你的意思是说，那个侍女孟莲和你叔叔有说不清的关系？反正不清不白的。还有，她来路不明，我问过她的身世，她总是遮遮掩掩，像是在隐藏什么。你怀疑什么呀？我怀疑啊，这个孟莲她会用心计，她知道叔叔是作画之人，所以她就用了在地上画画的法子，引得叔叔注意，趁机留下。人家都说沈先生性格孤僻，可是他怎么会随随便便的去收留一个陌生女子呢？就是啊，叔叔原本也觉得他一个孤身男人留一个小女子在身边肯定会招来口舌，还让我帮着在城里面找个大户人家给做个丫鬟，好歹有口饭吃。可谁知那女子直接跪下了，说愿意做牛做马服侍叔叔，只要把她留下给她一席之地便可。那日叔叔正好作画，他又是磨墨又是调色，手法还十分娴熟，那叔叔看他可怜兮兮的，便答应把他给留下了。其实我心里一直有一个疑问，一个穷人家的女儿哪有那么好的气质，看着完全就像是有钱人家的小姐。如果说这个孟莲真的是大户人家的小姐，那他为什么要去接近你叔叔呢？试探问过几次，可是他只字不提。后来我只好提醒叔叔提防着点他，留个心眼嘛。你叔叔怎么说？他呀，他把我臭骂一顿，说人是个弱女子，手无缚鸡之力，要提防，也提防自己的侄儿。那他提防你什么呀？他怕我拿他的话去卖。那你去卖了吗？也就有过两三回吧。哎，此话打实话也。大人，大人，这怎么办呢？请仔细看，这幅画落款是孟莲。假设说，此画是孟莲所作，你仔细想一想，一个女子学艺一年时间，就有如此成熟的笔触，难道不值得怀疑吗？这是其一。其二，沈夏外号沈瞎子，且不说他在屋里边行动自如，就单说他和孟莲的相遇，就和沈贵沈贵说的不尽相同。为何？大人，那你说这叔侄俩到底谁在撒谎？又为什么要撒谎呢？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到底是谁在撒谎？哎，大人，那你这么我越说我越不明白了。那你说孟莲为什么还要去跟沈夏学画？你也说了嘛，这些画画得很好，那干嘛还要当侍女啊？侍女多累啊。到底去哪儿了？老夫要是有什么对不住你的地方，你直说便是。为什么？为什么你要离我而去呢？叔叔，半里外的湖边捞起一具女尸，会不会是她？你说什么？你这个乌鸦嘴啊，你怎么能说出这种晦气的话来呢？
啊！你走！叔叔，我说的是真事儿啊！啊！一个女子来，是，快带过去，去看看找找她，快！我看看，让我看看，来，麻烦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是你吗？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啊，沈贵，这不是梦莲，白白净净的，犹如莲花一般，这肯定不是她呀。这女子在水里面浸泡太久，已经变形了，这怎么认呢？叔叔，你看看这衣裳，这鞋，啊，还有这耳环，你看看是不是梦莲？耳环。梦莲，我果然是你呀，梦莲。梦莲，我的梦莲呀！怎么果然是你啊，我的梦莲啊！小扣子，哎，司机姐，你还真的开始拜师学艺了？我看看。这是哪儿来的画啊？啊，那个我没事就去了趟沈宅。你又跑到沈宅去找废话了？哎，司机姐，我跟你说，那老先生画的可好了，可惜他就像患了大病一样，就整天躺在床上，连水都不愿意喝一口。那沈贵都快急死了。是啊，梦莲是沈下的魂，魂没了，人还怎么活呀？哎，对了，司机姐，那天我去沈宅的时候，我看见沈贵喊几个人收尸，好像是梦莲死了，说是在湖里淹死的。老先生听说梦莲死了，就越来越没精神。你是说梦莲找到了？嗯，可惜死了。啊，姑娘太可怜了。看样子时日不多了，梦莲，你走了，再也没有人为我掩没屌丝，我再也不画画了。叔叔，干什么呢？外头好多人找您呢。是不是梦莲回来了？
哎，人家是要买你的画。我的画，我哪里还有什么画呀？我的心已然随着梦莲去了，沉入湖底，被淤泥蒙住，早就死了。叔叔，您阁楼上都是画，趁大家现在抢着要，我们抬高了价格，这样能变出许多银子。你要把我和孟莲的画给卖了？你的心怎么这么歹毒啊？那些画都是孟莲为我研墨调色，我才画出来的。滚，滚！你叫他们都滚，去滚！你叫他们都滚！怎么没有盖印章呢？掌柜，我渴了。叔叔，你那印章呢？我渴死了。叔叔，印章呢？你说什么？你的印章，盖在画上的印章。你要它干什么呀？叔叔，你把印章藏起来干什么呀？哦，你想把我的画拿出去卖是不是啊？我不会给你的，叔叔，你别多心，我就是问问。您要知道，人家买您的画，认的可都是您的印章。没了那印章，人不认账，那画自然就不值钱了。那个印章原来是孟莲保管的。他现在走了，我也不会再画画了。没就没了吧。叔叔，您还有那么多画呢，没了那印章，他们可全是废纸了。莫非孟莲他……孟莲怎么了？莫非当初孟莲带着印章逃跑，一不小心落入湖中了呢？你这叫什么话呀？人都没了，你居然说出这种混账话来！这滚，你都滚，滚！我不想再看见你。大人，昨天愚人节又来找我了。
非要让我协助他去查富士郎的案子。好事儿啊！他不是鱼通判吗？他不是有本事吗？那有本事自己去查案啊，找我来做什么？别人请你去办案，又不是让你嫁过去。大人，对不起，好像我说错话了。对，是办案，协助愚人节办案。大人，你心可真够宽的哈！我是你暗查司的人，又不是他杭州府的人，你就舍得？那你到底是想去还是不想去啊？去，我当然要去，办案。对，办案，办案。哎，对了，这案子水太深了，一定要注意。去那儿以后少说话或者不说话，必要的时候带上张婉和李春。明白。去吧。哎。思琪，说吧，找我有什么事？富士郎的案子有了新的线索。真的？说出来听听。是的，但是不大确定，所以想请你跟我一起协助调查此案。我协助你？我一个小小的捕快，我哪有什么能力帮你啊？要是真有什么解不开的谜团、破不了的案，那得请我们周大人。大人他公务缠身，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呢。思琪，就你能够帮我忙了。我怎么觉着你说的话和你心里想的不一样呢？思琪，我真的没有隐瞒你。不瞒你说，这案子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真的，思琪，只要我能好好的把这案子了结了，我就可以去京城升职，离开杭城这是非之地了。你是说，只要这个案子结了，你就能升迁？看来只要我能助你一臂之力，就能随了你的心愿，这还办了一件大好事呢。是是是是。那你还不谢谢我？谢谢思琪姑娘。别，这案子还没破呢。说吧，去哪儿？我已经找到红衣的下落了。什么地方？在乡间一处僻静的去处。那还愣着干什么？快去呀！走，上车。红宅到了。哎，都看什么看呢？散了散了散了。知道了，他就是前杭州府通判红衣。红通判，快喝呀！快喝。红通判，你好臭啊！红通判，你们是谁啊？他怎么了？一场大病以后，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了。红通判，我是愚人节，你还记得吗？你可记得富士郎富裕堂？你还记得吗？我要回家，我要找我娘，我要回家。你是我娘吧？哎，你是我娘吧？我要找我娘，快，我要找我娘，快，我要找我娘，我要找我娘，我要找我娘，我要找我的娘。他怎么会这样啊？他这样子多久了？我也不知道，刚来服侍他没几天，太闹心了。那问他一些事情还记得吗？他连吃饭都不记得，也不记得自家人，你们问什么都没用，不会说的。你好好照顾他。好嘞，我们先走吧。照你这么说，红通判就是一个废人了。是啊，看着都让人受不了，那浑身上下邋遢的要命，谁都不认识了。哎，脑子好像也坏了，就像个不懂事的孩子，一直嚷嚷着说要回家，要找娘。哎呀，好好一个通判，怎么混到这般地步了？哎，不对呀。
他既然疯疯癫癫，为何还要去乡下避难呢？说的也是啊，也不知道真的假的。姐知道吗？我去找过他了，他不在，不知道去哪儿了。暂时别告诉他。明白。苍天混沌，总有一团炽烈火焰。大地迷茫，总有一眼温馨清泉。缘中求生，缘去在海大，大字上面横八尖，那就是浪浪情并肩。Yeah.